在今年的短片竞赛单元中，中国女性导演周艳在战柏林带来了自己的新作《巴比伦少年》。影片凭借神秘的观影感受和丰富的寓意，为德国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新锐电影人的窗口。以编剧出身的导演周艳在片中显示出对于先锋影像的驾驭能力。那么在做长片之前，我为什么要做短片？就是希望我自己的一个视听语言的一个探索。那么我跟王总也探讨过这个问题，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在电影当中讲故事，因为这是你的擅长。我说我希望在我的短片当中带给大家的是强大的意象 image。 主创成员勇于坚持自己梦想，用作品表达自己的勇气，无疑也同样感染到了柏林的观众们。我觉得巴比伦少年也是我们一帮热爱电影的人的一个愿望，一个理想，我们完成了。